就为什么讲是第七感，就是到了现在你很多事情你经历过了之后，当它再一次发生，你永远没有像第一次碰到状况的时候那么激烈的情绪，所以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说，哦好啊，错还行，就是那个状态。所以像 Bazaar 那种比较有一点 lounge 有点 disco， 但是它的节奏感不是那么激烈的。然后像其他的歌，哪怕是伤感的歌，微笑以后它也不是那种伤到让你一听就想哭，其实是淡淡的，就是比如说歌词讲我真的好想你，也真的对不起。因为一开始很多歌迷问我说，为什么你想他还要对不起的感觉，我说现在的女生有一种态度是，虽然我很想你，但是我也要跟你说我自己在家里想就好了，对不起再见。就是很比较干脆一点，没有那么多拖泥带水的状态，然后整个人也不会有就是年轻时候的那一种死去活来的状态。我的拍摄基本上最大的特点就是24小时起步，对，所以对，然后永远是两个24小时，是大概中间相隔半个月，半个月之前先拍那个故事的部分，然后半个月之后拍舞蹈的部分，每一次都在24小时以上，所以这一次加起来也有大概50个小时。然后 Bazaar 是一次性拍了25个小时。没有，而且换衣服超快的。Bazaar 那个，对，最短的换衣服就给我5分钟。对，让导演廖仁帅就站在外面拿着话筒，好了没有？好了没有？一直这样催我，因为是我要想要放更多的 look 进去，但其实最终也没有把所有拍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motion control 就是。你人物有重叠会特别不好做抠像，所以有很多就是塞不进那个画面了。它对我来讲，其实你看整个的感觉就是感觉我一直不停在往前走，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时尚的过程，而且我是从零开始的，从我最早这个穿着运动鞋去走红毯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上个月就再早一点点，2-3个月以前吧，在 Ghana， 然后再到 Montreal， 就是所有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不断往前走的过程，从所有我都不想称它为错误的，我觉得是有趣的，这是我的人生经历当中很，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特别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应该没有其他的艺人会这样做了，这个机会好像很难得被我逮到了。然后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龄段发生的一些我觉得会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故事。然后在时尚这一块呢，就是从我完全不敢看镜头，每一个拍我的摄影师都要跟我讲，亮颖看我看我，因为我就自己玩，我都根本不管人家有没有在拍。然后一直到现在会学会在镜头前面怎么样去小小的表现一下，虽然也没有太没有很怎么样，但是比相对于自己以前感觉是进步蛮多，可能就是我不够专业吧，很情绪化，我当时就觉得非要不可，然后 Jim 老师也觉得同意，没有觉得跟其他的曲风差别很多，所以就放进来吧，我反正干了挺多这样的事情，也不怕再多一次。它是两种情绪，而且我觉得是有一些情绪可能中文歌是目前我收的这些中文歌不能够表达，我会觉得那也是自己的一部分，并且是这个时间段状态的一部分，特别是像 Unwind 这首歌，怎么讲，在现场我觉得我现在很难讲清楚，但是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那是一种不同的能量，跟我平时唱情歌唱慢歌的时候是两个人，我很享受自己分裂的过程，但是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个分裂出来的角色都做到极致。